今天脑残剧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优雅石小米系列啊，然后这一次用的是高雄美浓的147米，然后新口味就是七味糖心子风味啊，然后盒子上袋子上，然后哎呦，真破小，直接打开给大家看内容物。我发现这个系列真的给的很大方，试吃品都给了很多。也掉，打开到里面这样，米的吃起来有点像，吃起来有点像，哎，这好吃哎。它虽然说是七味糖心粉啊，但是它的辣度我觉得跟科学面差不多。吃起来我以为它上面会裹一层很浓郁的粉，但没有，它应该是和在那个饼干里面啊，吃起来蛮好吃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，我看这个系列已经开始在贩售了。感觉优雅石平常最近推了非常非常多那种新口味的试吃品，蛮多那种台湾的，像之前有三星葱那个，我觉得也还算还不错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购买啊。那今天片介绍到这里啊，这是优雅石品，优雅石的小米系列的七味糖心子风味。